级汽车。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。我赢了，嘿嘿，旋风，这不是比赛。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大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揭秘隐身车。天气真热呀。还是树下凉快。毛毛虫。原来雷克警长害怕毛毛虫，这真是一个大新闻。妮娜，快把照片给我。不行，雷克警长，我最近在做新闻记者，
这可是宝贵的新闻素材。你可以找找其他的新闻呀，比如贝乐虎和开心虎研发出了新的飞行轮胎。不够劲爆。旋风比赛又得了冠军。不够惊喜。那瑞博的超级魔术秀怎么样？我今天又学了一个新魔术哦，你们看。瑞博的魔术表演是不错，但这根本算不上新闻。你们想找新闻，那就去调查黑暗隐身车吧。听说他专门在夜里攻击路人，害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了。黑暗隐身车？哇，这一定是个大新闻。瑞博，你说的黑暗隐身车在哪儿啊？大概也许可能就在这附近吧。我好困啊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。哎呀，我好像撞到了什么。啊，谁踢了我的屁股？难道是黑暗隐身车？我发明的隐身车可是连雷达都找不到，超级汽车，看你们这回怎么办。观众朋友们，记者妮娜正在中央大街为你带来黑暗隐身车的独家报道。妮娜在说什么？她是说，黑暗隐身车攻击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升级作战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快看，一定是那辆黑色的汽车，它消失了。目标消失了，开启雷达寻找。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哦，怎么找不到？咦，那是什么？车轮车轮过来了，快躲开别受伤。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啊，危险，快快跑。隐身车又来了，小心小心，它来了，水泥已准备好。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啊，糟糕，喷错了。抱歉，我们这样是找不到隐身车的。瞧，地上有它留下的痕迹。跑呀跑呀，向前跑，我们发现目标。咚咚，别想跑。咕噜咕噜，别想跑。嗡嗡，别想跑，你被看见了。追呀追呀，向前追，我们把你包围。咚咚，快停下。咕噜咕噜，快停下。嗡嗡，快停下，你被抓住了。干得漂亮，现在我要把他带回警局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一张照片用来发布我的新闻。耶、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
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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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是变干净，大家辛苦了。美味派对，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。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，
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木做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是免费洗车，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，对不起。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对不起。哎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快跑，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
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到底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！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。前进！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阿妈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炮楼里。我们奋斗行动吧。好的。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。对着宝宝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，哟吼！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愤怒的蜜蜂。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哦、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好多蜜蜂！快跑！救命啊！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克星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
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火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圈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冰企鹅大作战！酷！耶！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寒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冻起来。快呼叫指挥中心。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土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企鹅企鹅地上花呀，尖尖嘴巴白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。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，转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。
要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，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满肚子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路上啦啦啦。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。我却急呀，空空空，冰墙倒下了。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啊，困住了。嗯，气死我了！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哈哈哈，那当然。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。我宣布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，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，大火，大火正在燃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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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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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救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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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，第五。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哦，救命啊，哦，救命啊，哦，救命啊，别害怕，我们来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。你们也吃了。哎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浓烟浓烟到处蔓延，迷路迷路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大树大树不断倒下，救援救援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身旁，我来帮忙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安全。
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嗯，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已严重扰乱交通秩序。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勤车嘀嘀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泡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没错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会来到，轻轻松松去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